大家好，歡迎來到收看 CLW。 今天呢就介紹 ProArms 出品的一條鋼 slide 給17 Gen5 Euromix 的。這條 Gen5 呢是 MOS， 即代表呢有個 cut 位呢可以裝 RML 的，原廠真槍都有這個系列啦 MOS。 呢就送個頂蓋或者除了個蓋安返塊片呢就可以坐一隻 RML 的了。咁片中咧就會用咗 Holy Warrior 近排好好賣嘅一隻170元嘅 RML， 冇錯係170元，非常之平嘅。咁呢支都因客人要求啦，我哋就做輕量嘅舊化喺條鋼 slide 嗰度。咁咧砌到一半嘅啫，而家。咁啊砌好之後加埋呢只170元嘅 Holy Warrior 紅點咧，就做到 Covillis 嘅效果啦。咁啊四個邊位咧都唔算走樣得好勁嘅。咁我哋呢個高嘅準聲都係 ProArms 嘅出品，39X G45或者 G17 Gen5 用嘅。另外 Crusader 都出咗一個鋼嘅飛殼鈎，咁安埋落去咧就更加完美啦。咁由於呢支槍咧個客人比較急啊，咁我哋咧仲未收到 ProArms 出品嘅130% 彈弓就要交貨啦。咁所以呢段片裏邊咧係未裝嗰個130% 嘅彈弓，因為裝咗更加好玩嘅。